如果你想要和朋友分享 Apple Watch 的萤幕画面，或是遇到问题想截图上网询问 ，Apple Watch 和 iPhone 一样都可以萤幕截图，而且操作方法一样，只要同时按一下 Home 加 Power 键即可。Apple Watch 的 Home 键就是这颗数位表冠 ，Power 键就是下面这颗，只要同时按下就能萤幕截图。和 iPhone 一样，都会出现相机声截图时，截图后照片就会自动传送到 iPhone 的相机胶卷里。